像以前那个枕头都冒烟。啊，只是它的效果是跟以前那个热汤类似。蔡大哥是位理发师，和蔡大嫂携手经营理发厅26年。平凡踏实的生活，在蔡大哥视力无预警衰退后起了些变化。差不多最近这10年退化，慢慢的退化。啊，我都是帮忙一些我目前的视力还有熟悉度比较好的东西，帮忙洗啊、吹啊。蔡大哥的视力是不明的视神经萎缩，对他来说，后天看不见的，心里的压力远大于自己所能承受的。就是要不断的去调整啊，也是要时间啊，就好像我们的伤口一定要需要时间才能够复原嘛。请问哪位？好，来里面请。好，谢谢。有几位？请问有几位？这边有拖鞋。好。这边坐，这边坐。好，谢谢。若涵。低视能在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不便吗？怎么克服的呢？这些理当要问的，却变成我们问不出口的话。几乎眼科的检查，甚至抽血到核磁共振，那个都做过，包括做基因培养，算是说不明原因了、造成的视神经萎缩。因为看到已经都没有办法，民俗疗法、神明什么，后来呢，他也去接受针灸，把眼睛那个血管弄破，整个眼睛像熊猫一样。然后客人就问说：“你眼睛怎么了？”他每次都说跟人家开玩笑说：“他是家暴，老婆打了。”我问过我自己啊，这也许是因果啊，也许是定数啊，也许是命运啊，有很多也许啊，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以上低落，甚至觉得没有存在的价值，那个感受常常会多在你的脑海中穿梭。遇到了这个事情，就是要去接受它，逃避也不是办法。你只有学会坚强，除了自己走出来，别人帮不上忙。家人和宗教成为蔡大哥积极面对自己、接受自己的力量。我以前很喜欢做菜，因为我太太也比较忙，她对做菜没兴趣。这个梅花肉比较不好切，因为煮汤面没有梅花肉，煮起来会涩涩。老公，你煮的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太好了。你饿啊？没有。看你要不要帮忙什么？锅盖很烫哦。水果呢？你要什么？要帮忙？你帮我盖子盖起来，你就可以先出去。好。多。高丽菜好了，大概今天那个。
83年结婚的，我有一个女儿是大学四年级，儿子是读夜间部，白天会在这边帮忙做一些像学徒的工作。面会不会太烂？不会，味道还不错。你这个上礼拜考完试了吧？考完试了。考得怎样？还不错吧。开始这礼拜开始要认真练。我认为说我已经很多很好的东西了，就是我的家人，就是给我最好的，至少我还可以自理，又可以去适度的去照顾别人，去帮助别人。我这一生做最对的事，应该就是我娶了我老婆，她也无怨无悔啦，任劳任怨，这是我由衷感谢她的。我不能说爱他，已经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感受了。蔡大哥知道自己对家人还有责任，需要履行的承诺，这促使他积极面对自我的状况，找寻任何能够提供帮助的机会。我这几年我都有拿雨伞，可能是自己自尊心啊，还是说不要让人家觉得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可是还是会有一种恐慌的那种心，就是类似恐慌症，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才会想要透过白手杖的学习来让自己建立那个信心，还是需要自己内心还是需要有一点勇气。一二一二一二，每一个声音刺耳、清脆、闷厚，都引导着蔡大哥往前往后停止的动作，要跟肩膀同宽。透过定向的训练以及白手杖的学习，内心比较有安全感，回家的路我可以自己走，下雨天一样可以自己回家。蔡大哥回家路上的街景空景，转角的花盛开，绿树随风飘逸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，蔡大哥走得飞快。在这段路的背后，我们看不见的是他漫长又苦涩的过程。听到这个水锅盖就知道我家快到了，算到第九个。想得开，放得下，就不用挣扎了。蔡大哥这样跟我们说着。蔡大哥，你觉得现在这样子用握手肘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感觉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感觉比较不会那么紧张，对不对？好，过马路了。蔡大嫂为了能带领蔡大哥一同外出时不致跌跌撞撞的，也要求学习视障者的人导法，可以让他们两人一起走得更远更稳。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就算很平凡的事，黑暗中我依然活得精彩。让爱成为你的后盾。